有退休，有退休，搞错啦！即系有啲新鲜事，我哋去睇新鲜视频。自从上次鸭头角站新 PIT 屏幕嗰个介绍之后咧，我终于知道有两分钟啦。咁我哋就慢慢睇啦，17:19。哦，咁。對面都應該有的，對面伸手手，唔係，終於到啦！冇咗啊！嗰個廣播，長橋站下車。請小心列車與月台間之空隙。陰公又係私窗，又係你啊私窗，真係。唉，做得起又似你。喂，又係 A359啊！今個禮拜已經搭咗四次咯喎。今次第五次。多手的路線圖啦，咁多手的路線圖冇，冇。又是車長廣播啦，在裏面的室講。咦？不是地鐵職員啦，師兄在2012年已經變成港鐵噶啦。你見到出面有個保安。你不要阻止我先，係啦。鬼咁大嗰啲貼紙啊！一搣咗佢就變咗第二個。係啊。